在大乐呢是租了一间叫做 Digondal Hostel 的住宿了。好，我脚车就先放在这里了。然后呢，我感觉应该是那间 Orange 的了。啊，现在要走下去 check in 了。啊，它这边是非常非常的斜了。啊，我感觉下面应该是没有地方给我扒脚车了，所以只好扒在上面那边。这边的环境我感觉是蛮不错的啦。 OK， 这间橙色的 building 呢，啊，真的是这个 Digondal Hostel 啦。哦，哎，我都可以加进来，这样我等下就把我的脚车拿来这里办吧。哇，好多人啊。我刚刚呢是已经完成了我的 check-in 的手续了，那这边呢是要等 check out 的时候呢才付钱的，但是他会跟你拿你的 passport 啦。哦，然后我的房间呢是在这个阁楼上面这里啦。哦，刚刚这边的 staff 呢，他非常的好心，他帮我拿我的这个背包上来。哦，那这边呢是有包早餐的，然后晚上呢他是跟我说有一个 free shot 啦，我觉得应该是酒的意思啦。啊，那这个就是我的床位了。好，一个晚上呢是11令吉啊，我是觉得 OK 啦，蛮不错的。哦，然后这边阁楼呢，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风景。哦，蛮不错的嘛，这边风景蛮漂亮的。这个呢是他们的厕所啦。哦，他们呢一共是有三间这个厕所啦，三间呢都是可以冲凉的。好，哦，它这边呢是有这个热水啦。好，哦，那它这个 hostel 呢它是有给这个毛巾的。哦，我觉得很不错诶。这间 hostel 的二楼呢就是比较 proper 的 dormitory 啦。哦，我觉得它的 dormitory 的价钱呢应该是会比较高一点点啦。哦，那在他的 ground floor 这里呢就是他的这个 reception counter 啦。哦，啊，在 ground floor 这里呢他有一个可以玩桌球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呢还有一间 cafe。 哦，啊，这个就是他的柜台啦，这是他的 lobby。 哦，哇，一只好大只的狗啊。哎，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外面啦。哦，你们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鱼池，这边就是一些 common area 了。哦，蛮多人的。哦，那这边呢它的风景很漂亮的啦。啊，OK， 我现在呢要先出去走走，去找我的晚餐了。它这边呢是有一个 family dinner 啦。哦，一个人的话呢是100,000吨啊，但是我就不吃他的 family dinner 了，就想要出去走走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